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。我一天给你限七个嘴皮，啊，两天限几个？14下。不要跟着我，你快点走。这个是一号。这个呢，就是二号。为什么我是二号？他们总在一起，做尽坏事。现在全校最坏就你们两个了。那个男的是谁啊？他的男朋友啦。屁啦！你吃醋？哪有？谈恋爱，谈恋爱。我们如果收集到十台大的电风扇的话，就可以做一个超大的龙卷风去异次元哦。异次元，每次都讲异次元。他们所看见的世界，老是跟别人不一样。卡电话！Oh my god！ 你妹妹嘞？不知道啊。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好啊，你都无你搞我听啊。留下许愿，直到痛快。妹妹不见了，怎么又怪我？你假的啦，都无人会爱啦。做什么异次元嘛？根本就是骗人的，骗人这几次一次啦。说再见的，我是阿门。我们的想法是坚定。我要振作了，我要振作了，不顾一切，不在乎的感觉，悬在心中。小男孩，9月5日，长大不等于说再见。